坊小天地，窍门真神奇。白糖红糖很容易结块，如何让风干结块的糖复原呢？方法很简单，结块的原因是糖被风干了，那就把糖放在湿度较高的地方，您可以盖上两三层拧过的湿毛巾，让糖重新吸收水分，就可以慢慢散开。广告之后啊，李波师傅会教我们包一道翡翠象形粽子，很好吃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名厨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这个端午节吃粽子，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啊。但是有很多朋友会说了，说这粽子啊，这个当中这个营养物质经过长期的蒸煮啊，会流失一些。哎，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请李波师傅教咱们做翡翠象形粽。李波师傅擅长制作面点及特色小吃，注重造型和营养的组合搭配。今天带来一道翡翠象形粽子。哎，李波，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料辅料。来，今天的主料呢，是面团里边的东西。好，一个是灯面，灯面，再一个就是这个生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猪油。哦，猪油，一点点猪油。对对，稍来一点。这是菠菜汁。菠菜汁。哦，一个呢是甜馅。哦，甜馅里边呢就是加了一些核桃仁、红枣。对对对。白糖。对，稍微来点油给它拌匀了。对，主要呢就是这个糯米。哦。这个是咸馅儿，咸馅儿里边呢加点黄瓜丁，胡萝卜丁，还有这个火腿。这个说起这个包粽子，这个真是在咱们国家这个传统非常悠久了。是这个南边的这个南边的粽子，它是用竹叶儿，它竹子比较多。是北方人的包粽子用苇叶儿，苇叶啊，但是这个竹叶干了以后呢，包完以后这粽子不香，而且苇叶包起来也挺麻烦，得四五张叠上以后再包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今天好了，我们来一个翡翠象形粽子。你看，菠菜汁都来了，对对，肯定特别像，而且营养物质还不流失。是，第一步怎么做？第一步，咱先烫面。烫面啊！您先烧，点着火，咱先烧水。好，这个粽子呀，这个南方的朋友啊，他爱吃咸的，是吧？咸的，而且里边可能还翘点什么猪肉啊，甚至排骨啊，是是，可以，这都可以蘸。我们北方人呢，一般爱吃甜的，甜的枣啊。这个豆沙呀，等等都有啊。今天我们都煎过了，这水开了啊。咱们呢，先将这个生粉啊，生粉跟这个灯面呢放在一块儿，混合一下。对，好，拿筷子呢，先给它搅匀一下。搅匀一下，然后这水也开了。对，来，然后将水，必须得用烧开的水啊，一点点来啊。好，行了吗？行。这个烫面，我从这角度来看，咱看它有点这个半透明的状态，对对对，有点像这个和田玉里边的这个羊脂玉。而且咱加的生粉呢，就是让它更亮，更亮，而且呢口感更好一点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这个烫面啊，是主要是做皮儿，对对，也就是说解决您那个粽子叶儿那个粽子叶儿的，对对对，而且把这个面呢搅匀了，而且我们这个更晶莹剔透，所以有点这个翡翠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这叫翡翠象形粽子啊。这个面团烫完之后呢，稍微来一点这个菠菜汁儿，菠菜汁儿，自己做放心，不加色素啊，是纯天然原生态啊。稍微搅一下，点猪油，稍微来一点猪油，让它滋润啊，滋润，这样的话蒸出来会更亮。好，这个面团呢一定搓匀了，菠菜汁呢搓不匀的话颜色不好看。对，把这个面呢搓匀了。你看看这颜色越来越正啊。搓匀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下面咱开始操作。好，稍微来点糊面。糊面啊，对，然后呢揪成小的剂子。这是解决皮儿的问题啊。对，这是然后呢压扁了。拿这个擀面棍给它擀开。有点像竹叶啊，宽的那种毛竹的那种叶啊。下面咱放馅儿，这个呢给它擀长了，最好擀长了。放馅儿，咱们先放这种馅儿。先放这个甜馅儿。这甜馅儿您是怎么？甜馅儿呢，这个就是用糯米，糯米呢就是稍微给它蒸熟就可以了。一半米两份水，里边有点枣蓉、核桃蓉。对，这个核桃仁呢，一定烤熟了。烤熟了。红枣呢，最好给它蒸一下，让它出来这种枣的味道。再来点黑芝麻就更好。对，可以可以。嗯，根据自己的口味，可以顺便的去加点。好，
摘上馅儿，哎，然后呢，给它叠过来，叠一下，两边压住。哎，我发现这更得心应手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有很多性能，它是粽子也不具备的。上边呢，对，上边一定给它捏上，出个角，是吧？象形嘛，是吧？好，拿了一个刮板，把这个边儿给它去掉。哎，哦，有点意思了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斜过来，好，然后再去掉。啊，这个粽子形状就出来了，哎，稍微一捏，哎，咱先把这个绑上，好，用这个，这个呢就是香菜梗，香菜梗，哎，香菜梗，用热水呢给它稍微焯一下，啊，这样它不容易断。哦，从等腰的地方，对，哎，给它扎过来，几个活口，剪掉。好，哎，让大家看一看啊，就是这种形状，也非常小巧。做完这个甜馅了，咱再做一个咸馅。这种包法啊，不光这个有趣啊，而且呢我觉得方便，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皮儿它不是一般的，说啊像粽子叶我们吃的时候就会，这个也可以有多种营养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用这个芹菜汁或者说菠菜汁是吧，都可以都可以，哎，这样的话等于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道绿色食品，绿色食品，哎，咱们摆进去啊，这个呢垫那个粽子底下呢要垫粽子叶，对，啊，取其味，让它有这种味道，对，有点粽子味道，哎，端午节的味道，不但有形状，啊，而且对，没错，啊，来放进去，好，蒸多长时间？蒸四分钟就可以，四分钟就可以，熟了，熟了，哎，咱取出来，哎，取出来。翡翠象形粽子的制作步骤是。灯面中加入生粉，按2:1的比例混合，加开水和面，再加菠菜汁制成剂子，加入由核桃仁、红枣、白糖和糯米做成的甜馅，包成粽子形状。喜欢吃咸馅的朋友可以加入黄瓜丁、胡萝卜丁、火腿丁和糯米做成咸馅。最后将做好的象形粽子大火蒸四分钟，这道栩栩如生的翡翠象形粽子就制作完成了。明天老朋友老地方老时间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如何用昨天的双烙饼做出一套营养早餐呢？明天屈浩大师告诉您一个好方法，最多花上10分钟就可以做出一套营养早餐，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，肉丝鲜奶烩饼丝。